即将在3月24日发售的 FF4 完全版日前公布了新宣传影片，介绍后传游戏 Final Fantasy IV 月之归还为主，于1991年在超级任天堂上推出的 Final Fantasy IV， 在当时以其充满个性的登场人物、超庞大的剧情架构、首创 ATB 动态时间战斗系统、横跨三个世界的庞大舞台，让玩家感动不已。就算是个20年， Final Fantasy IV 的经典地位依然屹立不摇。而将在 PSP 上推出 Final Fantasy IV 完全版游戏，除了收录 Final Fantasy IV 完整游戏之外，在手机上以付费下载方式推出的后传游戏 Final Fantasy IV 月之归还也一并收录。这个后传游戏是以当初四代游戏之后的十多年的世界为舞台，当时四代男女主角结婚后，生下的小孩也十几岁了，并独当一面展开冒险。当时四代游戏中丰富的冒险伙伴也陆续出场，一起展开更壮大的冒险任务。